大家都说啊，你休息，你休息，就包括我们现在护士长，你休息，你休息。但是就那种热情，就是在工作上面热情，特别是在这种特别需要的时候的这种热情，所以大家都不是特别愿意休息。 听到了就是科室也有护士长48小时啊，这样没有休息，就一直连轴转嘛。当时还挺着急的，也就希望早点恢复，尽快的能够投入到工作。就主动的跟我发微信，说我们现在目前临床的工作人员紧缺，他想第一时间能够回到一线，能够跟我们共同的战斗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